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艺术。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嗨，人就买收听《报道有艺术》，我金贤。今仔日咱连线的所在呢，是另外一个球哈，是独立的哈，来。小琉球訪問的是陳鵬玉，他在小琉球面頂呢開一個這個全球唯一的書店啦，好，是獨立書店，這小島停留。來，鵬玉你好。你好。嘿，鵬玉，你這個書店是你一個人開的嗎？我跟我男朋友同齊開的。哦，你是兩個人做伙開，齁。對。啊，你是小琉球的人嗎？不是，我两个人拢不是，我是位于台北来的，我男朋友是位于台南来的。哦，我想台北跟台南已经离这么远啊，还走去到小琉球，而且是开书店的。对。哦，你当时开始开书店？两当前开始开的。哦，两当前哦。对。哇哦，有厉害哦，安尼开两年，还佫好势好势吗？嘿，对。来。这个开独立书店的，讲伊唔是连锁哈，那成品呐、啊、哈，其实现在书店你看讲连锁，我只讲得出成品哦。好，那先好这独立书店，给大家讲解好不好？独立书店就是唔是像成品安尼，就是可能就细间诶，因为就细间诶，所以册无法度逐行拢有，所以就叫开册店的主人伊介意看虾米书。阿姨想要甲大家介绍什么册，阿姨就唔拣什么册，肯定书店内底对。哦，所以有人讲就是有一种独立精神啊，所以叫做独立书店。那安尼吼，迄、那个咱唔是连锁嘛，所以咱的册是爱家己去拣吗？对。啊，唔过即卖有一个叫做友善书业合作社，对，这个组织。啊，全台湾的小书店应该拢加入这个组织，所以伊就是淡薄像中盘商。因为一间册店会使进的册可能就只有一本两本，安尼出版社是不可能会插的，所以大家拢加入这个合作社。所以所有的册店，可能一本两本，啊，不过若是一百间的册店，可能就会使有两百本。哦，所以出版社就会把册上好这个合作社，合作社再寄好，专台湾的册店安尼。哦，就是安尼先解决这个进书的问题啦，哈。对。那安尼像讲你家己是台北人，哈，那会走对这个小琉球去，佫是开独立书店。其实我是搬来，过了两冬了，再开一间册店的。所以一开始来不是想讲哦，我就是想要伫遮开册店，所以搬过来遮。啊，无你搬来遮创啥物货？一开始是因为阮男朋友是唱这个教练，所以已经到冬天啊，毋过冬天台湾东北季风，所以无啥物所在使唱水，啊，毋过嘛是爱趁钱，啊袂枵死，所以迄时阵甲村昆丁甲小琉球遮。无受到迄个风的影响，昆丁大家已经就熟悉啊，已经很热门十几年啊，所以迄时阵小琉球阿未遮尼闹热，所以阮就决定想讲啊，无来小琉球遮看蛮者，所以阮就搬过来遮，先以教人唱水，带人去唱水，毋过就搬来遮有时阵。大家拢会问我讲，那爱搬来遮，甲台北就无同款的咁关系。我就讲，其实我就关系，无啥物无同，因为我需要的物件嘛，不就
很多，不过就是你等一下，我爱讲问一下吼，你是为台北搬去小琉球啦吼，所以你自己也回答了一下，讲大家拢会问你讲你的关系无，对无吼？然后你马上佫讲，哎，其实我感觉的关系也无啥无讲，我只好再问一下，其实台北跟小琉球真的蛮不同的，是安怎你会遮近的关系？因为需要的物件无足侪啊，就是目睭张开就是食饭。安尼了吧，对啊，现在网络就发达，你想要买啥物件，网络拢嘛有啊。当然是，都就方便嘞。所以我感觉嘛，无啥物，无讲，嘿啊，加个离台湾就近诶，即阵离台湾就到。所以那是你想要临时要买啥，还是想要看电影是啥，其实去高雄就方便嘞。所以刚刚头像如何讲？小琉球叫那讲你要看电影哈，为啊啊坐船哈，啊个礼拜个看电影爱偌久？坐船啊二十分啊，去高雄一点钟，所以点半钟就会使。就会使去高雄。好，显然你非常的适应适合小琉球哈。那像段呀，那当然你讲，其实这个你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店主车店的头家吼，是伊男朋友啦吼。伊讲基本上呢，这也是一位奇人吼，为袂晓受罪吼，甲变做摕着救生员执照吼，然后佮当妈做教练，也真的是变得很快吼，而且是台南囡仔吼。伊个男朋友叫苏怀哟，苏怀对，好苏怀吼。那伊即马是一个海归的影像工作者，好对，所以。彭玉跟舒缓两个人，都恁的册局内底定定嘛，就是做关心海龟的工作啊。就是去做在上的，所以阮店卖册可能干那卖册一定会要死，所以阮嘛有卖一块纪念品。纪念品就是像明信片那种，就是甲伊翕的相，变做明信片。哇！这個、明信片就是在甲来的人可以介绍海龟安尼。安尼吼，所以迄、那个。小琉球真正海龟算真济啦，吼，阿妈有听讲，迄个有保育的问题啊呢，吼，有真济人去遐看，吼，因为太喜欢了，可能想要伸手摸一下啦，翕一个相啦，吼，吼，恁看法是安那？因为海龟足够资源嘛，所以大概难免会想要伸手去甲伊摸一下，不过伊就是保育类，就是无法度做一款代志，所以。而且可能大家住在城市里面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接触海龟，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研究海龟的一个原因，因为海龟跟人一样，其实每一只海龟都生得不一样，所以我们就透过翕相的方式还是录影像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放在网络上大家没法都来那时阵就会使看，还是你来啊？啊，不过你想要搁较深入了解，会使分享几挂物件。像讲，恁伊个就讲，你个册店吼，有一位是做海龟影像记录，吼。像你就是讲，册店吼，当然有册，甲有只剩海龟纪念品啦，吼。嘛推广观念安尼，吼。当网络面顶。那安尼，因为咱这个书店或者小岛停留，吼，这个留是小琉球的留啦。好，安尼书店去的人，拢朝什么款的人去？嘛是有在地就搬一搬，就是热天的时阵，大家拢在无闲。岛上的人拢在无闲，拢在趁钱工做工课，所以来了就是以观光客为主。不过当天的时阵，可能就较无在无闲，就会以。在地人为主安尼，那在地的人吼，讲真的，我就是 local 呀，吼，在地吼，我嘛是足熟悉海龟呀，吼，我来，甲遐算观光客外地来吼，伊是来看，敢有受伤？可能大家关心的无同款，像在地有时阵嘛是有一挂人会有兴趣，因为海龟。每一家拢生做无共，伊可能嘛有兴趣想要了解，特别某一只，不过
所以其实册店虽然以大海跟海龟为主，他们讲嘛是有进一挂其他方向的册，安尼。就是看因想要看啥，还是想要了解啥，我嘛是买一挂的册，伫个册店内底买。哦，安尼，恁册店内底有海龟相关的册，啊，加就是咪啊，吼。对啊。海龟有啥物款的册？海龟的册其实就少的，所以干那两本吧，一本是就是教科书，教你识晒每一种海龟，啊，一种。另外一本就是绘本迄种诶，而且毋是台湾人写诶，是日本人画诶。所以其实要了解海龟，其实但是看册是足困难，因为阮册真正无介济，所以其实毋是干呐买海龟诶册，可能海甲海有关系，甲环境甲山有关系，册上内底拢会使找着。啊，那安尼，恁当时要办活动嘛？吼，拢办什么款活动？一开始拄开的时阵是办，较侪甲自然环境有关系讲座，然后渐渐的嘛是办一挂可能说故事啊，啊是一挂甲较社会人文方面的讲座，活动啊，吼，拢超一个月一届几摆。无一定诶，一开始是固定一个月一摆，不过后来做诶代志可能我做诶代志可能愈来愈侪，甲经费可能有限，所以就不定时。有当时阵可能一个月三届，不过有当时阵可能几个月拢无虾米活动。哦，这样子吼，我刚刚真趣味呢，因为我刚刚恁讲这个海龟啊，吼，他都彭玉也讲，每一只拢形状无同啊，吼。那我拍谁了？我们看都跟他拢讲啊，吼，我看你两下讲，会当甲翕个海龟相片呀，吼，改做脸部辨识哦。对，哇，就是你有翕到海龟的相片，那是拢是海龟的，干那比如讲拢是翕到海龟的左脸，你真少看你甲每一张你翕的相，拢甲伊藏做伙，你会发现因拢生了无同，就亲像人的指纹。啊，因为瞳孔里面的那虹膜，就是看电影，不是拢爱扫迄目珠，然后伊就哔哔，然后伊就会使入去。迄大概拢无共，所以海龟是看伊脸上的鳞片，每一只的花纹甲鳞片的片数拢无共，所以那是藏做伙就会做明显。虽然因看起来像那谁拢相共。所以彭玉林有成立，林有甲一个网友嘛，吼。你有成立一个海龟相关的社团，对，你若是用脸书，你也可以加入这个社团，就是一叫做海龟点点名。我们就加一个两个研究海龟的科学家，就会成立这个社团。然后就是你若是有翕相，你也可以带你去把你的相片传到这个社团来底。然后跟我们讲，你当时阵翕到阿弟。都会拍到，因为台湾那小琉球会使看到海龟，垦丁啊、东北角啊、绿岛拢会使看到，所以你就写一个地点，阮就会把迄个相片抓下来啊去做比对，看卖啊，以前敢有人嘛是拍到这只海龟，这只海龟的相片敢有伫阮的资料库内底，但是有诶，阮就会甲你讲哦，顶一道是谁拍到的，啊伊咧创啥，啊是当时。啊，那是无这只海龟资料呀，你就会使甲这只海龟后面安尼。哇，啊，那讲，噶起码有恁办这个活动安尼安尼偌久啊？这个社团成立比册店较早，已经今年是第三年。三年嘛吼，啊，有辨识几啊只海龟啊吗？有伫小琉球，因为海龟真正上侪，所以就侪人回报，所以其实阮有收到，要将近1000笔的回报。哇哦，然后这1000笔的回报来底，应该阮辨识出来有300只，无同款的海龟。三百只也不少呢。对。然后可以命名吗？
对啊，你那是有迄条新的，无人去过，你就先改好名哩。哇，嗯，哎，有好条名吗？有啊，有足侪，拢有好名。一寡很常见，大家拢住遐的迄种的，通常拢是有人已经好名。啊，已经这个另外一个店主苏怀呢，已经有个好三家，哈。以后可能就这家，就这家。哈哈哈！回报是相关的，安尼吼，所有回报者来的回报上最高。而且哦，一个有一号一号名，我看一下，讲或者泰哥、刀疤、大骨，哈。然后这是现在知道以后的名字了，而且呢，也苏怀又拿到，哦，所以替台湾争光哦，那个 PX3 哈，法国巴黎的摄影大赛，哈，是水下摄影的铜牌嘛，哈，啊，如果是这样讲哈，那像说那个家里的人会反而说，啊，你马上投资时间，啊，搁住个离岛嘛，哈，因为他都要自己这个彭宇嘛。很高一点讲啊，这样才不会饿死，那样才不会饿死，哈。啊，爸爸妈妈有什么想法吗？因为大学毕业后有一点在不务正业，就是高低在代办水头咯。所以那时阵决定要搬来小琉球的时阵，伊已经习惯了麻木啊，无什么感觉。该生气的嘛，生气完了，无什么感觉。不过大概回去台北看，因为就是这个我跟妈妈变较散，妈咪其他就是肥肥，所以应该是过了袂歹啦，无要求家己安尼，所以嘛还好。来讲，气气的讲，哎呦，安内人看着过得也蛮好的，刚妈妈想好受气。哎呦，爸爸妈妈有听到无哈？很多过程哦，拢是。爸妈的剧场啦，哈，心中的小剧场，一定要给他演一演。来，今晚现场好问的是这个小琉球，哈，这个全岛，哈，已经是全球唯一小琉球上唯一一间这个独立书店的这小岛停留，哈。那这个书店呢，是两位店主经营，哈，这个是陈鹏玉，鹏玉，咱今晚好问伊，哈，是休假。阿哥有另外一位，哈，他是一个海龟的摄影专家，哈，苏怀，哈。那苏怀呢，因为就这只海龟，哈，所以他得到世界级的奖项。阿哥有一个讲，小琉球把幻影龟一只，讲做手边啊，那是卡哟，有个定到一个金色的标签哦，金属标签，那是什么人发现到？一共标签勾起这么一下五号码哎 ，R36192。对，因为这就是人在唱水，所以一开始不是阮去发现到这只海龟的左前肢就有定一个标签，其实是别个教练看到的。对，啊，不过阮嘛是足好奇，所以阮嘛是有去唱水去看，然后就看到标签上面有编号。啊，通常海龟那是有标签，就代表。以较早可能上岸或是搁浅，才会有板块改定这标签，所以一定是有人研究过这只海龟，所以阮就找这编号是多一个组织去改伊打这个标签，以这只海龟就叫做 R36192，因为标签上面就是这个数字，底下要求虽然海龟很多。啊，不过伫只附近生活海龟啊，伊是来食饭的，伊毋是伫只出世的。海龟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伊需要二十年的时间长大，才会使交配。长得够大，才会使交配。二十年哦，就久的比人较够较久。所以二十年了，伊若是长大有交配啊，伊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伊会转去伊出生地。出生的那片沙滩产卵，大家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不知道他是有什么记得，就是他出生的那片沙滩，所以现在在小琉球吃饭的，
拢是伫遮食饭的海龟。虽然海龟就侪，啊，毋过无代表因是伫遮附近出生的。嗯哼，所以伫只海龟，阮就是揣着迄个组织，然后迄个组织讲，哦，伊是伫雅浦这个所在出生的。雅浦这个地方我嘛无听过，嗯，那不是因为这只海龟我从来拢唔捌听过啊。雅浦这个所在是伫个关岛附近，嗯嗯，关岛可能台湾人就开始是在这个所在，嗯，伫关岛附近，嗯，所以我那是用 Google 地图落去看，雅浦跟小琉球的直线的距离，嗯，就要3000公里，哇，就很就很了，哇，一只好秀啊！而且伊妈咪是修地的呀，对不？哈，有潮水啊，够安那修啊，哈。对对对，所以海洋无国界，很厉害。嗯嗯嗯。然后，伊个组织是讲，伊是2006年的时阵，改打这个标签啊。2012年的时阵，嗯，伊够划痕，哎，这只海龟够上岸产卵，嗯，够一楼几倍，嗯。所以2017年刚进，伊拢这只海龟拢躲在小琉球。哇、啊、这个故事下传了就画很哎我有收到一张相片，嗯，有一个人2011年来小琉球做 NGO 的时候嘛，我会丢这只海龟，嗯，所以这只海龟一定回去产卵又回来吃饭，回去产卵又回来吃饭，我们知道的时间里面就记住有两本，哇，所以就要收的，因为单趟3000要两本，来回就6000，所以总共是12000。对，所以发现到这只海龟的时候，这个故事我是很兴奋的，嗯，就是知道哦，吃饭的海龟这么多，啊，至少我们知道其中一个所在，对，是他们出事的所在。哇，来，这个今天的朋友在说他们对海龟和苏淮两个人，因为其实搬去跟小琉球哈，哎，发现哦，这个议题这趣味，而且你嘛讲啊，希望这个小岛停留这个书店呢，会当让人更加了解小琉球。不过说真的，小琉球这么观光已经是就生意就好呀呢。对啊，就这人。嘿呀、啊，啊，你希望是安怎？这好啊，够不够吗？就这人，可能嘛无代表是好，嗯哼，可能嘛是会再来就这本。所以可能不管是什么事情、嗯、过犹不及都不好，就是嘟嘟要好、嗯、这样就好，这样就、嗯、来我刚才看到说你的期待啦，你希望因为这个算深化这个旅游的对小琉球的了解、嗯、就是说与其是100万人来小琉球一次、嗯、然后希望是10000人来小琉球100次，较深度的旅游就对了，所以爱加油、嗯、对，所以够就这代志爱做，去了解小琉球才有法度做卡、嗯、做这项代志，嗯，敢若海龟是无够，因为海龟只是代表这时阵的现象，嗯听遮的长辈讲较早嘛无遮济海龟，嗯哼，可能细汉时阵有，啊毋过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无遮济只的，会看到，啊，不过无亲像遮真夸张，嗯嗯，敢那随时随地任何地方拢会使看到，嗯嗯，所以敢了解海龟是无够，啊，不过阮搬来到近，敢那了解海龟，所以阮嘛是希望会使了解小琉球陆地上这片土地较早以前发生过什么代志，嗯嗯，才有可能从深入了解，嗯嗯，遮的文化，嗯，所以。为海内底，佮希望佮较了解陆地上，吼、哦，发生过虾米会，全面性的了解，然后，好，今仔就感谢这个陈鹏宇，哈、哦，这个是小岛停留，小琉球名店呢，全球唯一哦，哈、哦，一间册店，哈、哦，独立书店，多谢你接受访问，哈、哦，多谢。播客无艺术，上精彩内容，伫 Spotify、Google Podcast、Go Apple Podcast 拢听得到哦。